次没有办法，他就已经来到成功过来。那这次啊，我们能够有各地他的工作上来啊，来帮我帮人家业务啊。实在话，这样一场表演的话，这样一场演出啊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是相对能比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说的话，我今天呢特别准备了四壶啊，我也不喜割爱啊。那这个东西你真的你要去买，外面店买不到，要找你也找不到，关键是买不到啊。所以说，当然后因为本来啊要两只啊，但是呢因为真的数量不够，所以说后面再有一个装饰啊。那这个也是很这个韩国人叫做凤凰。你没有落款。这个不是你的羽毛，是我的羽毛，是我的鸟毛，不是你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请四位大师长，我们请安妮小姐带着三位大师。好，我们请那个好不好？安妮姐，还有徐老师、陈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冯老师，还有麦哥贴啊啦，来三个手牵手，哎，对，三个一起手牵手上台。然后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场我们徐大师的画作已经完成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前面来拍个照哈，拍个照，搞不好这一个画作在 N 年以后哦，也许是啊、一个非常在什么美术馆或是什么拍卖网页啊，哦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作。那因为啊，我又特别准备了，怎么快、我又准备了三个红包啊，送给我们三个大师哈、好了，我们稍微站过来一点，吉他挡到了，对，来，我们舞台的呈现要在最美的角落，对，好。那安妮姐，你没有给红包，你要把你的人性给他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稍微往前一点，这样比较 OK， 好不好？安妮跟我会非常有默契。啊、哦，有默契哈，讲快一点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潘老师，一，来，我们拍一张，我们第一，好不好？我们是 number one， 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比一哦。好，谢谢三位老师，谢谢，那个送点餐哦，你那么辛苦，这样下好，现在是这个东西，好，谢谢三位辛苦了，要先吃饱饭哦。等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啊，画作先等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影视歌三栖红星啊，郭丽玲郭小姐。郭姐，我刚刚有遇到。真的，刚刚那个年纪大的记性比较不好哦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星光警察现在跟郭小姐沟通。你有跟郭姐确认好吗？OK， 好。啊、我们郭小姐啊，以前啊，已经点歌了吗？哎，郭小姐，你的歌点了吗？好 ，OK， 没关系。那个郭姐先确认跟老师点一下歌，然后我们先抽一下奖，因为你奖很多。好，不然等一下这些我就直接我带回去。好，那你拿。好，来，等一下你不能走啊，你要走去哪里？啊，你不能走啊，你先来抽第一个奖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拿？你可以找谁拿个椅子上来放奖箱？好了，我知道小猪哥，你不要再喝了，帮我拿一个椅子来舞台上好不好？快点！你不要再喝了，那边有一个椅子，你在很吵，你还一样吗？那边有一个，哎，因为我们的奖项很多哈，然后我请郭姐要抽个时间帮我们点个歌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你今天来吃烟斗啦，吼，来，请到咧红公公啊咧吼，好来，会长，我们今天要先抽什么？啊，那个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我的这个。